你们要记得看完影片哦，因为最后面会有好康的。嗨，我是阿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拍片前都在干嘛。看影片我会先根据当天的心情换衣服，然后通常我会只有换上半身，因为拍不到下半身。接着我就会去洗脸，然后呢，我会多出个30秒，这样子觉得洗剂的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因为我拍片通常不会是刚起床，所以就是脸上水分都会有一点流失，所以要化妆的时候，我都会先用自己惯用的化妆水保湿。接下来呢，就用这个前导精华做一些紧急妆前保养。然后最近使用的是这个厂商提供给我的碧尔泉的奇迹活源紧透露。我自己都使用下来，其实是觉得蛮有效果的。好，我的使用心得，等一下再跟你们讲。我先化妆。化妆过程的部分不是今天的重点，所以我就快转。想知道的话，记得留言告诉我哦。平常拍影片用到的化妆品大概就这样子，然后这个妆容会比就是我日常的妆容会再更精致一点，毕竟那个镜头这位大大会把我妆吃掉，对，吃掉很大。好，妆化好之后就可以来整理头发了，不过其实我不太整理。我平常拍影片前一天会洗头发，所以前一天头发如果吹怎么样，那隔天就是会是长那样。但其实拍这影片的前一天我忘记洗头发了。嗨，我是阿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拍片前都在干嘛。OK， 刚刚你们看到的就是我每一个影片在拍摄之前所会经过的所有的过程。那刚刚前面好像跟你们讲到说要跟你们讲一下今天合作的这个碧尔泉奇迹活源精透露的使用的心得，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分享一下。首先先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包装，哈哈，它就是水水亮亮的，有没有？然后你从外观就可以看到它有分层，虽然它刚刚已经被我摇开了，因为我刚刚有用嘛，所以呢，你使用之前要摇一摇，然后你就会看到它里面呢是就是有点透亮透亮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居然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就是我居然以为它要湿敷，然后我就很天真的去敷了大概5分钟嘛，然后发现就是有点敏感刺痛，这样我觉得不对，就是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我就上网去查它的正确的使用方式，才发现我是白痴，我是智障。因为它有那个代谢老废角的作用，就是你直接用手拍上去就好了，因为它有代谢作用啦，所以反而会刺激到你的皮肤。然后我在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就先马上试用大概8天左右。然后我很聪明，我有拍就是使用之前的那个皮肤的状况。这罐对我来说蛮清爽的，所以我这8天就是早上也擦，晚上也擦，然后化妆前也擦这样子，所以就剩这样。然后因为我每天看我自己，所以不会察觉到有什么差别。但是我跟你们讲，有一天我跟我家人去吃下午茶的时候，你知道我妈看我的脸，她就说：“哎，你最近皮肤变很好哦。”然后我就就是来看一下我的对比，这样我发现，
欸，真的有差哟。好，虽然本来就不太可能就是一步登天，但我相信我们一步一脚印，然后持续使用的话，我相信人定胜天，好吗？好，以上就是分享我的拍片所有的准备过程，跟我使用这一罐碧尔泉奇迹活源精透露的使用心得。不知道大家看到我拍片前准备的感想如何，或者是你看到我放大了素颜之后有没有觉得欸，好，差好多，或者是欸，没什么差之类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好，今天影片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接下来呢，就是要给你们福利的时间了，也就是抽奖，就是我们这次会送出一瓶碧尔泉奇迹活源精透露的正货给大家，在本影片的下方留言，留什么言都可以，随便，就留给我话之类的，只要你有留言，然后大概 hashtag 一下抽奖这样子。最后就是记得分享影片，就可以坐等抽奖了。公布名单的当天，记得回来看我有没有回复你的留言。然后如果我有回复你的话呢，你就记得私讯我的粉丝团或是 IG，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正货。